我是马来西亚人，我是韩国人，我来自日本，我是意大利人，我是来自埃及，我是阿尔巴尼亚人。是因为来学习汉语的，所有的人越来越多学汉语，然后会说汉语，我觉得来中国特别好。还是因为我想当汉语老师，能来中国学习汉语，我觉得是一个，就是算是一个我的理想吧。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，我要提高我的汉语水平。我喜欢中国人，因为你们很热情，我很喜欢中国文化。我在中国已经差不多快四年了，然后我觉得中国的发展真的特别快，特别是支付宝那个方面真的特别棒。我特别特别喜欢淘宝是淘宝是那样的，然后因为在这里我不需要出门，直接他们来到中国的支付宝还有一些外卖的行业，它的发展特别的迅速，而且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也越来越便利了。然后从以前的就是有现金的支付，到现在就只用携带智能手机出去就可以完成一切的支付，让我觉得特别的厉害。北京很方便，因为交通都很好。我们坐高铁的时候我们没有浪费时间，可以非常快到那边。我觉得充钱宝是非常方便，因为每个餐厅都有所以如果你的手机没有电，我觉得是最方便的方法。 Quinto Dua I love you China أنا عايزة أقول عيد قومي سعيد لكل الشعب الصيني وعيد قومي سعيد العيد السبعين ل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شعبية我爱你中国，我爱你中国，我爱你中国，中国生日快乐，祝中国生日快乐，祝中国生日快乐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